各位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讲师，他在实体、体系有穿越、串接资源、架构沟通平台。好，架构公司架沟通平台，从天才神童到网络创业家，唐伟元他现在是连接者，无论是科技与民主间的对话，或是公民运动及公部门的协调，唐伟元都堪称我的数位政府。核心推手，在过去的一年，我备受疫情的猖狂。那这期间，医疗物资短缺，传染谣言纷走，社会人心动荡不安，至今历历在目。原此，唐委员以大数据分析策略，助我政府防疫作为得心应手，更备受外媒的瞩目。由唐委员在 BBC 的访谈就提出。我国防疫职能的三要素：快速、公平、趣味。相信今天的课程也能够让我们得到一样的启发。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唐伟元。不好意思，这个 delay 了20分钟。然后据说刚才已经有午餐可以吃了，其实大家是已经吃饱的状态了，是有吃饱吗？我们办演唱会挡在大家跟午餐中间的那个讲者一定没有放下场，所以大家有吃到的话比较放心可以讲。那我的演讲都没有特定要讲什么，所以要靠大家用手机，这个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如果可以扫 QR code 的话，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如果扫不到的话，也可以手动的输入 slido.com， 然后再输入00315请号不用输入。那不管是扫 QR code 也好，或者是 slido.com 也好，都可以进入跟匿名的聊天室。如果有人已经到了的话，你可以试试看问个问题啊等等，那你就会很快发现它两个特色，一个是说可以匿名的发问，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就举手，当然这方面比较需要勇气，而且二方面有时候会打个折扣，打个7折、8折到9折，那个就是状态不一样。但是如果是匿名的话，那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是说别人问的或别人想听的，你也可以按赞。那按赞的数量越高，它越会浮到这个屏幕的右上角，所以在场的朋友大概可能40位左右吧。如果看到说有10个按赞，有20个按赞，那我就知道说，那我可以优先的来讲这样子一个题目，不会变成说好像说举手发问，然后其他人觉得有什么这个你问的问题，我们也想要影响一个等等啊，就可以立刻就有一个拉票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都扫到了吗 ？OK， 好，那就等大家。一开始有讲到快速公民趣味，所以我稍微讲一下。那快速公民趣味，其实我觉得我在外面啊，好像说 CNN 啊、BBC 等等，我们大概都只有很短的时间，然后来传递我们防疫的基本概念。那但是我在这里面现在啊，主要会强调的已经不再是就是我们只有一定卡通的那个部分，因为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是比较会强调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众智慧的部分。那这个在外交场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关心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科技好像，尤其是网络科技好像对民主很糟糕，好像它会让这个民主的国家都陷于内乱，然后言论自由越多就越糟糕，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有人说民主退潮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看国际的大部分的民意，就会发现说台湾逆势成长，就是虽然是防疫有 counter pandemic， 可是没有 lockdown。那没有 lockdown 的话，就是我们的各种自由度啊等等都保持在名列前茅。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也有假讯息危害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内抗，就是没有把任何东西用行政院的力量下架啊，跟我们旁边的很多美商领域显得不一样。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到底为什么台湾可以逆势成长，反而促进民主？那通常就是我现在会花比较多时间讲这个 intelligence。那我想在场也还是有朋友有 PTT 账号 ，PTT 现
只有台大学生可以注册账号，那但是我们当年都有注册账号。那 PPT 就是一个其实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流量意识说，哎，华南水果推荐市场有7亿SaaS，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在 PPT 出现，它在全世界其他的论坛上多多少少在那阵子又出现，就是只有在我们这边它变成 decisive action， 就是24小时之内我们就开始登记建议。那但是为什么？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 PPT 这个场域它比较适合谈论这种公共事务，而且比较可以聚焦。也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广告商，那也没有这个投资人，那也没有任何我们在一般来讲作为 private sector 的这些，就是开始要卖一些会上面的广告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动机。那所以在上面就是会沸沸腾腾讨论中，还真的就是会真的吸引大家觉得有公共利益、有公共价值的。所以我们从就是实体世界来看，好像我刚刚陪空场去空总去从 delay 哦，那像空总啊，或者大森林公园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像国家公园啊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用相当多的投资，那去确保说大家在这些场域来讨论的时候是可以免于我们玩出最商业性的这些动机的。那同样的，就好像我们在现实世界有 town hall， 有 public park， 有 public library， 有 national park 等等这些状态一样，那 PT 也可以当作是，因为大家毕竟是国立大学嘛，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做出来的一个 digital 化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数位的公共空间。那在这个上面，因为有 collectivity 它的存在，所以大家会很愿意，就是专业的相信，至少我那个是专业的，会愿意推文的关系。所以当这个维军副署长他看到就是这个推文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是流量本来的这个讯息，而是底下的各种各样子的就是重要性，就好像减上分类一样，就是他会推报必然是他一定是对公共利益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有一点点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是一个很好的在讲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回应，为什么有200万人会来1922，而且200万人次去年会来1922，为什么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好主意大家都很愿意分享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哎，真的在24小时之内 in the here and now， 那大家觉得哎你的想法不错，那我们就先不要管我们要讲什么吧，就不管是什么口罩在口罩还是什么电锅在口罩之类的这些东西，就用公民社会所设定出来的疫情来当做疫情讨论嘛。我刚刚全部都是 timing， 就是在等大家提问题，然后来设定日程，所以我现在终于可以来提了然后那个最新问题会跑在右下角，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觉得我没有回答到点上，想要追问或是一些程序性的，比方说气太冷、气不够冷等等，都很欢迎放在最新问题这一点哈。那有时候最新问题会自己开始跟自己聊天，就好像弹幕那样子，那个是正常的，那样适当，大家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看它在就可以了哈。刚才我们到第一个题目，这个通常都是那个 power law distribution， 所以第一名都是第二名的好几倍啊。请问汤委员对公文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方式让公部门更有效率来沟通啊？那我是觉得啦，我之前有参加过一场，就是社企流嘛，然后 Teach for Taiwan 那个刘安婷嘛，然后玉门升级，我们几个在讨论说社会创新的这些朋友们 ，NPO 界的这些朋友们，他有一点点公务经验是对他很有利的。为什么呢？我就打了一个比方，就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魔戒》，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主角就是 Frodo 那个哈比人，他因为会讲几句精灵语，所以每次碰到就是比较危险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多了很多人可以来帮他，因为他就是能够跟就是不管是 Simarin 还是鬼庙跟精灵语的使用者打交道。那对我来讲，公文就有一点像这种精灵语，就是说。整天都要运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花写的人的时间，但是很省看的人的时间，如果看的人有生活训练的话的这样子一种题材，所以它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写paper 的时候的那个 abstract。那个 abstract 其实是很困难的一种题材，因为你只有非常少的字数，但是你要你的 reviewer 啊，你的就是所有的这个 journal 的 editor 啊等等，一下子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说他要不要让你这篇文章看在他的 journal 上，他有什么重要性啊，他要帮哪里当做 citation 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用自己的认知成本去换取节省其他人的认知成本的一种无私奉献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啊。那所以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那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
果我们现在是要跟一般民众沟通，我们要用一般的方式去沟通。那如果你所制作出来的两个新闻稿，你想要两个都照顾到的话，那就通常两个都照顾不好，那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中间的转移，它不是只是概念的转移而已，它是一个文化的转移的一个 cultural translation。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同样言简意赅，而且也能够传递到公文里面的那些讯息，在一个大众沟通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用白话文，就是白话文并不是一个好的公文的转移哦。那相反的，这种东西才是好的公文的转移哦。那像这位叫做总裁啊，那他是我们在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在整个就是行政院所属的所有的部会，32部会都有职员叫开放政府联络人 （Participation Officer or PO）。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像国会联络人是跟立法委员或者媒体联络人是跟媒体一样，他们是用 hashtag 来沟通，就是任何在网络上面没事有一个 hashtag 出现了啊，好比方说 “Viva Taiwan” 啊，这个 “Unity Alliance” 啊。那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出现 ，Taiwan can help， 这个是我们自己背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有一个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那不管它是 disinformation， 好比像说这个卫生纸快要被这个国家拿去做口罩这种假讯息，那或者是说就是 misinformation 啊，好比像说这个口罩分布不均等的时候，有曾经出现过很多 panic 等等。那这些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的，那就是要靠这种 communication officer 的方式。那就像我们公文，它是要很快的跟所有看到的，如果他有受过这个训练的话，一下就判断到他的重要性以及他可以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一样。那这只总裁就是我们的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家里的一只狗，那他就住在卫福部大楼旁边，走路大概好像10分钟不到。那所以呢，他就是每次记者会完了之后的那一份公文，那他就回去，然后就对着他家的这只柴犬，然后开始跟他讨论。那柴犬就会提供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是会提供一些灵感嘛。好比方说，这是physical distancing， 那这个是关于就是咳嗽要捂住，这个是不要吓到洗手手。对，那可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公常用的那些文言的简写字其实是有一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你说戴一个口罩可以保护你自己的口鼻，不要被你没有用酒精或肥皂消毒过的手碰到了脸啊，那这就因为太长了，他的那个认知的频宽已经超过7+2，所以基本上看到的人不会记得，那不但不会记得，而且不会传出去，而且如果他传出去，说不定传的是片段，那就更糟糕。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化约成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叫做严禁吃手手，肥皂勤洗手。那这个你把它这个就算全部丢掉，只剩吃手手三个字，其实也够了。他已经把这个概念已经完整的传达到，那再加上一个非常可爱的不会传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就造成说在旁边看到的讯息，大概都是佐证这个大家已经建立的这个记忆点，那这个记忆点就可以让看的那个人自己去引申，自己再去转移。所以我觉得写公文的一个方式就是把它想成是你要跟这种不特定的对象，但是你要让他只记得一件事情的话，那你要用什么方式让他传达让他知道。那我们目前的电子公文好像是可以加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以后也可以试试看复制就是狗狗的干话或者照片什么的之类的这个视觉化这个公文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配合公文的那一个视觉传达，不管是你配一张图、一个图表或怎么样，尽可能就是你的公文是认知的平宽上面可能一页 A4 嘛，那你这页 A4 如果把它横放，那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的话，呈现这个投影机的距离，那大家只看得到一两个重点，那可能不超过20个字，再加上一张图或两张图的这个情况下，它可以怎么样子去让大家在这个公文在脑里解压缩的时候，它可以对应到正确的那个轻重缓急上面。那这个我们每个礼拜四就是苏贞昌院长都在就是院会上面免费的提供这样子的简报咨询的服务啊。那所有的这个局处司长等等，他在做简报的时候，那随时只要他一页用到太多的字，或者他不幸用了标楷体，或者是他这个本来给一张图表解释的变成2-3张解释，或怎么怎么样，那我们的苏院长就会义务的啊，这个重新讲一次，或者把它重新梳理一次哦，然后就是来教育大家这样子，然后都不会很凶，都不会骂人。据说他是苏贞昌2.0哦，
一点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听。对，所以 有空的话，可以多少看一下我们院会后记者会也会发布那些简报嘛。那些简报配合上那些新闻后宫后宫的，我觉得就是左右脑都有平衡的这个状况，有点像绘本一样嘛，大概是这样子。我自己其实都是就是自己这样 practice， 那不会觉得说纯文字或者是纯图片就一定能够去带到所有的讯息，大概都是这两个结合起来做。有些程序性问题，下课前都会抽几位学员合照。通常我们是大合照，就是我会不会坐到第一排，然后反向这样子拍。那如果大家就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话，然后不太能接受，好，那大合照之后，我就走出去的过程里面，那就是看通常是就是谁啊 ，no problems。有十一位朋友问说，很好，请问我不是为外交的优势是怎么样？作为外交人员，可以怎么样子协助推动啊？我们数位外交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一堆非常关心数位外交的民众。那他们基本上只要找一点事情给他们做，尤其是他们就说，哎，那这个 hashtag 哦，原来不是只有公部门可以用，我们也可以。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有源源不绝的支持啊。举一个例子，我比方说，我知道之前没有。对，电池应该是唯一没有指数成长的科技。哎呦，我们这个解决了很多问题的解析。好，那像我们在台湾 Can Help That Us 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可能大家已经知道嘛，就是阿迪啊、聂永真啊、祖仪啊、大韩啊等人啊，还有很多人。没有背起来，他们就是自己弄了一个群众募资，那这个募资就是要登在纽约时报上面，然后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看过他们本来的那个版本的，就是被WHO 抢下的那个版本，因为当时就是他的腮红有一些不舒服嘛，那但是那个版本后来一出来之后就被麻烦，然后因为里面应该不乏外交人员的贡献，那所以他们就在24小时之内，跟这20000多个群众募资来的人，然后试了2版不同的 A、B 版的稿子，然后字斟句酌，但是就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一个就是好像一瞬间很暖了，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成熟，而且也是说因为我们在2013年有过 SARS 的这个经验，我们知道这个 isolation 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一开始多 chaotic， 然后怎么样。不过因为我们2013年的教训，我们已经学到了一套东西，那这套东西我们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但是分享的过程不是很顺利，所以大家都可以帮忙我们跟他分享。然后底下就是我们的 YouTuber 这个陈建副总统那个所有的一段。英文影片，然后非常的有我刚刚讲到那个 Jasper Fund 的精神啊，充满漂漂亮亮图表跟这个很容易看的颜色等等。对，那所以这个一下子就非常正大光明，就是说如果你是任何地方的 YouTuber 的话，那欢迎你就是重新混搭我们的这个陈副总统这边的图卡，然后做出你自己的报道或者是你自己的分享来。然后果然就有非常多的全世界的 YouTuber 开始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两个特色，一个是说它是开放的素材啊，我们在这上面放的东西，它如果是文化的著作的话，常常都是用 Creative Commons， 就是创用 CC， 就你拿去用，我不会告你啊，我抛弃那一部分的著作财产权的，这个是很重要。那第二部分就是它是 open data， 它是开放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在里面有数字的部分的话，那其实它连就是显名权都不一定需要，要看这个提供数字的人要不要注意显名权，但是其他的都完全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拿去用。所以像这边就有一个数字说，我们已经有75万8000个市民，这个是它每天都会增加的哦，那已经贡献了大概800万片的口罩。那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呢？这个是卫福部的。那卫福部当时他们就有一个护台湾住世界的这个概念，你只要到去健保系统办一通，那健康准则，然后如果你已经2个礼拜没有去要去买口罩，我在便利商店预订口罩，我看大家所戴的花色，可能一大半的人已经不用公版的口罩了，那这样子你就多很多片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健保快一通上面选我愿意，然后再选你要公开性或者默默行上，大概各一半，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如果你有选择要显示姓名的话，进入你的名字，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你的名字。
名字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唐凤已经响应了45片口罩、哦、那其实里面不乏一些灌水的成分，因为有一些是唐凤品啊、唐凤品啊、鸡唐凤品，什么东西？对，那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social object。然后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按分享，按分享就会去社群媒体上面来分享这件事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套路啊，就是说你开始进来，那你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疫情里面由这些 YouTuber 们来定义出大家最会有记忆点的一些部分。好，那我们在 SARS 2013年很惨，但是我们已经学到了教训，所以现在这个学到的教训，好像抗体一样，我们分享给全世界。所谓 Travel Model 是第一栋。那第二栋呢，就是全世界的朋友们，包含如果他是这边应该是泰国，然后我这边应该是菲律宾，没有记错的话，还是新西兰呢？那这些的 YouTuber 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诠释一些这些文化素材。然后再下一栋就是说，那我如果是一个一般的民众，包含台湾民众，或者是就是国外的一些认同台湾或是到台湾的人，那有哪些我可以做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数位外交在这三个方面都非常的有优势。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些梗、这些点子，民间非常容易帮我们想。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开放的素材的话，我们的 YouTube 跟我们的文化创意的工作者其实是非常世界性的，在 YouTube 上，在其他地方就很容易看到一些 hashtag， 他们就开始绕着这些去进行创作。那第三个就是说，那你如果要大家也来贡献一些事情，那台湾人都有，我们常常说 Everybody has 2 minutes of kindness， 就是每个人都有2分钟的善心，你要就是任何人捐出他2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件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做。不过以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有2小时左右的善心啊，就是就算是下载健保快一通、开卡设定什么，真的很多人他从头到尾没用健保快一通去预购口罩，他可能就是去药局排队等等。但是当我们推出这个就是护他主事件，他就把它存起来，一直都没有拿到的这些配额，那他可能年纪已经有一些了，也不是很会用手机等等，但是他就会请左邻右舍帮他绑定，或甚至大老远的这个花2小时的时间跑去健保署，请健保署的工作人员柜台帮他绑定，但是他想要就是他有这个贡献45片或者多少片的这个记录，是写在这边让全世界的朋友是能够看到的，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区块链界很流行的那个 non-fungible token NFT 啊，就是说我其实贡献这个片，我换什么呢？我换的就是好像这座庙里面有一个石头上面写我的名字，说这座庙也是我盖的，这样子大家对于这种参与感非常愿意花2个小时或甚至以上的时间来带动，所以就是想一些让大家可以参与的梗吧。我觉得这个是外交人员都可以协助推动的事情，那这样你就不会变成好像你自己要从头到尾，我刚刚讲到这三个阶段都要你处理。这个虽然一条龙很棒，但是因为你就是那条龙就不是很棒，所以就是说这个忙的过程，你如果有经过一次，但是中间每个部分都用群众外包的方式来进行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多人会愿意贡献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数位外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哦。好，那有2位朋友想要问说，唐委员是不是因为上一号爱台湾下一号才放弃美国的工作回来台湾？其实我在美国工作，整个6年跟苹果工作的时间，2010到2016，我从来没有去过 Cupertino。那我 Palo Alto 我也只去过3、4次吧，我另外一个 social test 工作，牛津那个工作，我总共也只去过2次牛津，所以我其实人都是在台湾。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当时，我在就是矽谷做的工作，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用 Slack 或者用 Slido 很快也会变 Cisco Webex 的一部分了。那总之我们在做的就是 Enterprise Social， 就是一个大型的组织，里面有非常多科层啊，然后上下的通讯呢都不会往横向的连接啊，而且都是用一些就是公文啊或者术语啊等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创造一种说，那我如果我的直属的长官或者我的 team 里面没有我所需要的能力，但是我所需要的能力在这个大组织的另外一个好，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子一个工作。那这个现在当然就是我们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是用像 Rocket Chat， 就是基本上就跟 Slack 长得一模一样，可能大家也有用过 Slack， 或者是我们用就是 SenseStorm， 那就是跟 Google Apps 一模一样，大家可能也都用过 Google Apps。
打算，就是让大家需要形成一个 ad hoc 的编组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去抓几个人，然后就形成一个编组。但这个编组解散之后呢，不会像你如果是 line 群组的话，那这样子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的这个情况，它可以多多少少还是回到这个组织的文化的记忆里面。所以当时我在台湾，而其他在别的地方，像我们当时品管的好像在印度吧，然后这个开发者很多在加拿大啊什么之类，那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西谷有一个讲法叫做drink our own champagne 啊，就是自己的香槟自己喝。还有一个比较不怎样的讲法就不讲了。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产品呢是不足的地方，我们就会很 motivation， 就是确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很容易的 self document， 这样我去睡觉了之后，其他失去的人还可以再把它接起来，然后再把它混搭，或者再把它做额外的这种创作。那我会讲这个，就是因为我物理上面一直都在台湾，所以当时就是放弃美国的工作，其实是因为我们政务人员也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就是不能够兼职了，所以不然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兼职啊，没有差别。但是当时为什么会愿意全职来投入政务人员的工作，也是因为我2014-15年担任之前的政务员，蔡元政务员的专案顾问嘛，那我就发现说，我学的这一套，就是大家在网络上面讨论怎么样越讨论越聚焦，而不是越讨论越发散的这样一套，在台湾是非常的多人愿意使用。那当时占领完立法院之后，那一年还没有到年底哦，那就是我就被邀去帮我们所有12职等，全台湾一共300人，的公务人员去做教育训练，讲说我们怎么占领立法院，不是讲说我们怎么在占领立法院的那22天里面，透过网络的方法去聚焦了，来凝聚到这个4大诉求啊，权益部分这样子的情况。那但是我就发现说，所有的这些12职等的这些朋友们都非常的愿意倾听，而且他们也觉得说，在以前那种只能靠民调啊，或者只能靠立委质询啊，只能靠这些好像你知道就是解析度量差的方法啊，来了解人民的实际的状况，他们也很受不了。那所以其实公务的创新的文化是在那边的，而且大家也很愿意。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来这边。不过随着我就是全职的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那后来我又很斜杠，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斜杠的人，所以我现在已经在应该纽约嘛、西班牙嘛、阿姆斯特丹嘛各有一个兼职，然后现在又在签另外4个去院长室了，所以我很快就会斜杠7个了。当斜率变这样的，你变横杠了，就是完全是联系的这种概念。对，所以我尝试说我 work with 台湾，不是 work for 台湾， work with the people， 不是 work for the people。那我在纽约的那个共同创业的伙伴，现在我要签个院长都必须非盈利为目的，所以每个都是 charity 啊，就是捐款给地区的那一种。那但是好像说跟我一起创业的那个叫 Vitalik Buterin， 他就是做以太坊，他是一个也是算是创业家吧。那他在做事情在以太坊里面试新的投票系统。所以我们的总统梅菲克松就用他们发明的新的投票系统叫平方投票法，那就不是一个人一票，而是说每个人99点，然后你可以分散到200多个不同的专案里面，那你可以选择一票，那就是要花1点，但是2票4点、3票9点，这叫平方嘛。那所以你有99点，那就只能投9票到任何一个你被就是动员来投的那个上面，因为我们一般被动员到网络上投票，一定都是全部关下去，其他都不开，然后就关掉浏览器了嘛。那但是这次就发现说，不是这样子啊，你投了9票，花了81点，还剩18点，谁都不想浪费掉的18点，那你不能投10票，能剩到100点，所以大家就会去看旁边别的这些 idea。那这个时候，这些永续发展的这些 synergy 就开始跑出来。所以举例来说，这个不是想要什么，谢谢。也不是这个啊，对，是这个，对，我们就会看到说，因为现在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嘛，我们就是每年去找大家来提案，然后最后选出5个，总统会颁奖给他。那颁奖他没有钱，但是是一个投影机，那一投影就是总统颁奖给他的画面，这是一个神助牌啊，神助牌。然后这个神助牌所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不管做出什么事情，在3个月之内做出来，好比像说，我们这个大家之前。没有玩过宝可梦，这个应该大家都没有玩过，也看过宝可梦走路吧。那就是做的事情，就是说未来要这个
就是节能减碳，然后宣扬大家都要能够去就是出门要装水，不要买新的保特瓶，所以就用类似宝可梦的方法，然后就叫奉茶啦，然后去让大家在全台湾都可以看到附近哪些饮水机、哪些站点，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只要 check in 就可以获得金币，累积50个金币，就可以去换一些在地的那个社会企业的一些东西，而且还没事会有推送通知说气温快要到40度了，然后就是要记得多喝水。的中暑，然后还可以贡献两侧当地的空气品质等等，但是就是全部都串在一起啊、哦、的这些 data collection。那所以我们这个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这些新颖的投票方式，然后确保说，在全台湾愿意用社会创新，就是大家都起来想办法的方式来解决世界共通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到最后就是投完票之后，大部分人都会配票，配票完之后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投了4-5个不同的案子。那这些案子到最后到前20强或前24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赢了，因为你投的这些专案至少有一个会上，而且那些没有上的都会愿意去帮助有 synergy， 就是有共同的综合效果的。所以他把传统上面的那种完全零和竞争的，就透过这种以太坊那边发明出来的选制的改变，就变成大家是以合作而不是纯粹竞争为目的，然后就做出很多，好比像说今年就很好用的第一届总统们黑客松的那个用 AI 来侦测漏水嘛，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就是漏水防治率刚好把它补上，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那又或者像说之前有就是远距的医疗在台湾本来离岛这边都是会用 AI 直升机后送。那但是后来我们就用网络取代了那一直升机，那完全用远距医疗的方式，让在地的护理师可以在台湾本岛的专科医师在远距的情况下，当时还不是合法的，实际试了才率发现说真的这样大家才会相信在地的护理师的医师，然后我们再拿着总统这个奖杯去要求卫福部和内政部的配合啊，或者在100多个偏向离岛去设置这些远距医疗站啊，那或者是说确保有宽频啊，然后要改医疗法，把这个变成合法的等等。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这些的特色，就是说虽然媒体上面常常都把它跟调控两个字连在一起，但是没有一个是我想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做的，然后我所做的就是说设计一套制度，让这些想法可以不需要等5年10年，它可以1-2个月之内就让总统看到，然后1-2年之内就被大家所使用。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台湾是非常是创新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但是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地方。我的很多的工作就是确保说这样的方式的创新可以在全世界都成立了。那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当时就是愿意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那时候2014年年底的时候，所谓的。就是以群众智慧来担任，就是新的就是政府的方向，我觉得这是长远宏观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非常创新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定位成共富的同仆，就是帮长远宏观省时间，然后帮长远宏观减少风险，然后帮长远宏观增加互信，然后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的这样子一种自我定位。所以虽然不是爱台湾，但是也可以说是这个爱长远宏观，算算是可以的。OK， 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学问说自身的能量来源是什么？是咖啡因吗？今天会。能量来源是每天都睡到8小时，像昨天就睡了9个小时，前天好像10个小时。对，就是我分每次碰到比较大的挑战，或者是要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睡前看资料就特别多。那看的特别多，就会睡特别久。那我每天大概只要能够睡8小时，就会觉得能量充满。那大概睡到不到7小时的话，大概就很难放睡。然后中午就会一定要补到8小时哦，就是不管睡的就是不到多少，那中午就一定要把它补起来，就是真正意义上面能量来源。好，有14位朋友们问了一个大家相信研讨会的这个题目。我研讨想请教是关于大数据 AI 这类科技应用上，有论者指出在科技自由开放的表面之下，藏有福寇所乐的 Panopticon 全景展示的管制面貌。例如像说中共的表面投影子，中国的数位威权主义以及瑞士力而有侵犯各自的疑虑，而我国政府目前课正落实上一方开放者强调的理念。想请问委员，我国是否严厉类似欧盟的 GDPR 的这个精神，个人一般保护指令的精神成立各自保护机构的构思呢？确实是有啊，而且应该下个礼拜会送到立法院。所以我不
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就消息特别灵通，所以特别稍微这样子讲一下。对，我们现在离 GDPR 的世俗性确实只差一个独立的个资保护机构。我们是有个资保护机构的，不是没有，但是它是分散式，就像日本本来的那个情况，就是每一个主管机关都是他自己的所属的这些行业的个资保护机关，那所以不是没有，而且也有一个解释机关，虽然法律上写的是法务部，但实际上是国发会，那这个也有给法院提案的话，直接改成国发会了，那国发会也有一个法协中心负责去跟欧盟进行讨论，那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机关他负责踩刹车，就是像个资保护会那样。那但是它是从属于一个负责踩油门的机关，不管是国发会还是什么别的部，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管制上的困难。就是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要踩油门，那踩油门的这只脚不会同时去踩自己刹车，那所以就会变成是，如果是以公共利益，尤其是公务为原因的这些，而对个资有所侵害的话，那么它的救济会变得非常困难。那其他的别的，就是好比像说消费者保护，就是有人这个侵犯个资，然后他没有做好消费者保护等等，这个我们有消保官啊，我们甚至有公民会啊，有一整套方式来处理这个。但是如果是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就是数位威权主义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不管是因为什么目的，防疫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别的公共利益也好，对隐私有所取舍、有所牺牲的话，那我们目前没有一个专职机关可以来扮演这个踩刹车的这个工作，必须要靠每个部会里面的，不管是就是各自做评估的人、法规人员，或者是跟法协中心合作的朋友来踩这个刹车，而他们的层级都比部长就是第一级以上，那所以事实上这个刹车也不一定总是踩得动。那不过在防疫期间，就是我们还好了，就是后面我就是专门踩刹车的，因为目前没有机关可以踩刹车，所以我就会就是常常每次在进行一个讨论的时候，我就会冒出来。好比像说当初做居家检疫的时候，那我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无以数计的做手环的，做没有做脚镣的，但是做项链、做戒指的，做各种各样子的 form factor 的厂商啊，或者是的一些倡议的一些人士，说这个手机讯号会飘啊，手机不是很准啊，手机它可以放在家里自己就好出门啊，什么之类哦。那但是事实上，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 heuristic， 牵涉到一个判准。这个判准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在疫情之前就有应用的一些做法，好比像说手机它是靠讯号的定位，基地台定位去送我们的地震的简讯嘛，各位只要不是国家级的边缘，应该都会收到嘛，就是还会多收到十几封嘛，那这个边缘，那所以地震的通知也好，撤离的就是淹水的通知也好，什么通知也好，大家都已经了解到说，就是只送，它不可能收，而且呢，它是不会好比像说去介入你的App 那这个层级，它不会去看你的 email， 举例来说，那它也不会去读取很精确的 GPS 讯号等等。那这个有收获国家级情报的朋友，大概都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不管是这种电信的就是三角定位，或者是我们刷健保卡所做的一些事情，健保卡报税啊等等，那都是建立在大家已有的经验上。所以我们在当时一个很简单的 heuristic， 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把大家都已经了解过在自然和隐私上面的一些系统，我们就是改一些参数，连续处方签改一些参数就变成买口罩，我们的中所税的报税软体改几个参数就变成预购口罩，再改几个参数就变成预购三倍券之类的，就是万用啊。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它都是在现有的不管个资或者是资安已经有过考验，而且也没有什么问题，除了说一下子瞬间大的流量来，还是要调整一下才不会三成，但除此之外它在自然隐私上面大家已经了解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在类似这个过渡时期吧，就是试营运吧，我们就是先用我们有四个政委联席的这种个资保护的联席的会议来先模拟出一个假设有个资保护机关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但是这个毕竟还是要落实在组织上，不可能一直说这个内阁一半的政委都跑来做这件事情啊，那所以我们现在也确实是把它放在应该接下来的主管数位部的那个主管上面，那应该下个礼拜或最晚是下个礼拜，那应该大家都会看到这个设定，所以我觉得这非常好。那这个再回来就是关于侵犯个资的疑虑哦，我会觉得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想要讲的，就是隐私权它不是只是被动的，就是好像我被侵犯了，然后我要就是
损害赔偿啊什么之类，它也可以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做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然后让大家不会觉得说我交出我的隐私是一个必然的或者是不得不然啊等等的这些选择。我只举一个例子，好比像说我们当时在有过一次在应该是夜店吧还是酒吧有过一位工作者他确诊嘛，确诊之后他第一天跟医疗人员说我都宅在家里都没有碰到人，知道为什么会染病。那到了第二天他就终于就是卸下心防，然后说他实际上是在就是夜生活的工作者，但他不愿意揭露他的客户的隐私，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伦理上面本来就不应该要揭露客户的隐私。那在当时其实不是只有台湾，我们附近的很多管辖领域日本韩国等等也都碰到类似的挑战。那但是在我们这边我觉得陈指挥官，因为当时我们那一天那一场口罩会议就不开了，都跑去讨论这个个案，所以我都记得非常清楚。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发现说，原来像那个魏军副署长，他也本身跟那个就是 HIV Plus U 等于 Y 等等，他们有非常长的这些经验啊，他们在机关署很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套方法，就是不需要nationalize， 不需要集中到国家，事实上也不需要集中到市政府，他们的实名制，那市场实名制根本就不会 work， 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不如来弄一套实联制。那实联制就是任何人他可能用一个预付的 SIM 卡，用一个 throw away 的 email 或是怎么样，到这些酒吧或夜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他留下这个联络方式，确认说可以联络到他，但他不需要实名，也不需要揭露他到底是谁。那经过四个礼拜之后，如果当地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他就送到碎纸机里面就碎掉了，从头到尾也不需要集中到任何地方来哦。那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再加上说他是行政指导，就是他并没有因为就是乡民的什么怒火的关系，就把那个营业人关起来，或者是罚他一大笔钱，而是说大家如果想得出还是联络到人的方法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把他们排斥在国家队之外。那所以一个月之后，那夜店这个酒吧慢慢已经都重新开启了嘛，那就是运用我刚刚讲到这一套分散式的实验室的这个技术。所以我要讲说，这个不一定是各自专责机关以后都一定可以变出了这样一套想法，它后面还是有社会创新的成分。那它的前提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人民，就是相信这些夜店啊或者是舞厅啊，他们也不是觉得就是要散播疫情，他们也一定是有防疫的共同价值的。那如果不相信他们的话，那反而会像就是像美国禁酒令的时候，全部都跑到地下，然后在很多别的管辖领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出现群聚啊等等。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说，这个很 optical， 它不是只是说我们要尽可能防堵它，而是说我们要积极的提出一些做法。那这些做法是所谓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或 PET 哦。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能知道，那我要选择这个，我不要去选择那种会让权力过分集中到大家的注意，或者是他的国家注意的设定里面。好，那这个不确定这个算不算追问，但是可不可以请政委教导大家在 PDT 带风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我有两个我自己在PDT 回问的时候的一个想法。一个是说我永远都是用我的真实身份嘛，我在 PDT 并没有什么匿名的自己假账号，我就是欧举堂那个账号，而且已经注册很久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说我如果实际来回应的话，那就是我本人嘛。那而且我会如果有人质疑说是不是小编啊什么，我就说我回应这个绝不假手他人哦，包含机器人。虽然意思就是他一定是这个就是手部的质感，就是亲手打这些字出来，绝对不是用机器人或者是请小编来回复。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样才有 authenticity。就是这样子，我去回应的时候，那是代表我真的是有一个 call to action。就是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那是我说那谢谢你提出一个就是口罩能不能够捐给国外的朋友，那我会参考你的想法。那我如果只是这样子讲，但是他不知道我是本人的话，那他就不会再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想法。如果他觉得只是小编的话，那他看到了就等于就是打个勾嘛，也不是真的被我看到。但是如果现在大家都了解到我是本人的话，那我就会接到很多战略性啊、需求啊什么之类的，大家会提供就是非常多非常具体的想法。那这样才我真的能够让这个 intelligence 成立啊，这第一个，所以就是要做这事情。那第二个是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不要去管里面人生东西的部分。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我的讲法叫做 troll hunting， 就是报小白啊，
小白就是白目的意思，装白的意思。那是怎么样去拥抱一个白目呢？那简单的做法就是说，如果他有留言100个字，那里面95个字都是人身攻击，那我就于是小小的，就是看的时候把它当做语料，因为我之前有10年时间都在做 Siri 嘛，那所以 Siri 就是需要就是任何时候你就是 verbally abuse Siri 的时候，他都要有能力做一个创意的这个解读，我都没有跟 Siri 这个交代过，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对，我们当时有非常多专业的剧本组，这个戏剧演员啊，去指导说这个 Siri 碰到 verbal abuse 要怎么办。所以就是我每次看到这些，那就是文字，我不会回应他，而且我还会欣赏他，觉得说哦，原来中文可以这样子用，我又学到一招啊。对，但就算他只有5个字有建设性，那我就是很认真的去回应，如果有建设性字，这样他才会知道说，真的是太明造句，真的是理性逆来。那只有有真的行的他5个字，我才会回应，因为你的回应不是只给他看，也是给所有旁边的人看。所以第一个 authentic， 那第二个就是只会有建设性的部分，这两个都做得到的话，其实风向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啊。你不管到第几轮回，大家都还是会就是突然之间就说到这个什么就是政委救了这一轮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冒出来，所以可以多多考虑一下。好，那有十六个人问说，请问委员对外交部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一个好的外交人员啊，应该有什么特质啊？我们的团队就是我在日本部当时我就是说任何部会都可以派人来我们的office， 但是我是不给出命令，我也不接受命令，意思就是说大家来这边除了就是每个礼拜一一起吃顿饭，除非就是外交学院今天晚上没有午饭吃了，但是就是平常每个礼拜一起吃顿午饭，然后大家分享各自在做什么，然后每个部会的朋友可以把他的 idea 去在其他的部会，如果真的还不错，那一个人挖坑一个人跳坑，那就会做出像总统的一个从这种想法来。所以对我来讲，我把它叫做公共说的创新空间 PBS， 那它的空间就是说不是我来设定它要干嘛，我只是确保说它有午饭吃，有饭品啊，有最必要的基础资源，但是要做什么是大家自己决定的。那当时也很坦白讲，并不是32个部会都很习惯这种做法，因为这个叫什么 work out loud， 就是大声工作，好像现在已经有一个专门书讲这个大声工作书。那所以一开始来的都是他做的事情都不怕人知道，只怕人不知道的一些就是对民生有关的嘛。一开始最早的当然NCC 啊，文化部啊，像教育部啊，就是大家 usual suspect 嘛，就是对大家教科文这些最基本的。那但是后来呢，我就到外交部有过一次演讲，然后那次演讲呢，它的出发点以我侧面了解，是因为我在推特上面就是公开的邀请当时还没有当选在2小时就会当选的川普候选人来台湾来体会温室效应是真的，气候变迁是真的的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其实是当然可能不是很正规的外交的做法，我到他这个当局就变成正规的外交做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当时外交部还没有自己的账号，还没有 Apple 法台湾，然后也还不确定在推特上面的这个 rule of engagement 是什么。但是外交部也了解到，如果就是一天到晚我就是在推特上面川普上课，那好像不是很妙。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后来我就来外交部演讲，然后来讨论说，那是不是在这个中间有一层，就是 public diplomacy 公众外交的这一层，它是可以放在数位的这个角度来讨论。也就是说乍看之下好像不是外交的活动，但是事实上它都可以有外交的意涵。举例来讲，像当时在疫情的时候吧，大家可能比较记得的是我有去跟一些居里尼亚临时政府的朋友，然后去参加东京都，他们有一个 Stop COVID， 那这个概念是东京都的副知事，应该本来是在雅虎，去跟他们的 Cover Japan， 就类似我们的居里尼亚合作的一个案子。那因为这个案子是在他们身上有象征意义，因为这个是完全是民间自己写出来的就是疫情的仪表板，非常的漂亮，而且一目了然。那但是当时他是没有中文翻译，所以居里尼亚朋友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跟Cover Japan 朋友来进行
翻译的工作。那当时呢，这个翻译因为是用很大的试算表在那边翻，那我就帮忙做一些校对。但最后当他们把它合并进去，就是都是零件的，把它合并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这个选择器里面繁体中文的这个体啊，他用了合字汉字的那个体，就是他没有这个体没有写对。那所以我就担任一个不知道一字是的这种角色，就是我就上去他的 GitHub，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改这个网站的地方，就把它想成维基百科，你可以去进行编辑啊。那我就在上面去说，哎，那这边是不是应该要把某一个字改成就是我们的繁体的体这样子？那但是呢，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公开的讨论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要透过就是我们如果要透过就是外交的管道去中间部去改的话，那其实当然不可能去改嘛，我们只能抗议嘛，或者抗议啊，建议说这个是不是把我们的名字误植啊，然后弄错啊什么之类的。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就是网际网络上面的公开的网页，所以其实我们在自己的浏览器里面按个右键，然后按检视这个元素，其实你就已经可以把任何的下拉式选单的内容改成你想要的内容。它这个改动不被对其他的看的人改动，但是你可以对自己改动。所以每一次就是像我之前去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那它的电子签证那个 e-visa 上面就有一个国民的一个 drop down 嘛。那当然就是一 drop down 到我们呢，当然就是ISO 的那个台湾这个 province of China。 那但是因为我们要去那边是不可能不办这个 e-visa 嘛，所以我就自己按个右键，然后就开始把它改成这个台湾啊，改成Republic of Citizens 啊，民国嘛，知道。那反正无论如何，就是我就把它改掉。那在改掉之后呢，台湾 RSC， 那改掉之后我就送出，送出也还是可以列印啊，整套都没有问题啊。然后我就用这个列印出来的 e-visa 就入境了，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次是说，就东西都是可以改的。那我这个改的时候，我就让东京都那边的这个协作的这些朋友知道，他们就很兴奋，当然他是就是一下子就把它放进他们的网站去。那他们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的议员就转推之后，当然这个小石百合自己也就转推，然后就变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外交合作，但事实上一开始是地雷轨哦，就是没有任何人跟取得任何人的同意，我就是好像按右键进行编辑一样的去进行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这种爱管闲事的这样子的一种特质，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而且在台湾有很多朋友会愿意集结起来，不是用一种好像只是抗议的这种方式，而是用比较创意的方式，然后去做出相对应的改动。所以好像说我最近也做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法国也有一个叫做Digital Ambassador， 就是数位大使。那他预设不是英文啊，因为那很意外，那因为但他有法文英文。然后那我就是在上礼拜自己在立法院，因为我备询但是不上台，没事做的时候，就把它改成了就是正体中文。所以应该今天晚上吧，他们会 merge 我的整个 ticket， 所以红色 English 旁边就会冒出正体中文来啊。那但是他这个是做什么？他是说，网际网络让我们可以彼此更加紧密的沟通，但是在上面的资讯操作啊，不管是就是在这些 anti-social media 上面啊 ，Cambridge Analytica 啊，或者是fake online posts 啊 ，data voice prefilling， 就是弄一些你在搜索引擎找这些关键词，但是还没有找到正规的网站，因为正规网站还没有在做这些的时候，就先找到一些内容农场，内容农场里面都是一些钓鱼的或者是做 propaganda 啊这些东西，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 observatory 吧，就是去让大家能够很容易的去看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透过这种方式去呼吁大家去对这些大型的社群媒体施压等等。那因为我们在好比像说政治献金的那个例子上面，我们也很成功的施压了 Facebook 去揭露它的政治跟社会的广告，在我们2020年1月的那个大选，我们就比较不受这种境外操纵的影响，就是因为当时居里宾去监察院把监察院的那些政治献金的 A4 纸都拿出来，然后自己想办法把它还原成数位的方式，然后监察院最后就受不了，就说你就算每一个都有三个人看过，你也不能确保说这些字都是真的嘛。那当时我还没有入阁，所以我们在外面，我们
就说，那当然我没有办法保证这是真的嘛，所以保证是真的方法就是监察院自己把这个数据公开哦。所以监察院后来想一想，也觉得我们蛮有道理的，所以他们后来的解决方案就是去跟立法院讨论，然后进一步的去让我们所有在就是任何人申报啊这些财产啊或者是政治现金啊等等都有充足的方式放在我刚刚讲的那个叫 GitHub 的一个开放的平台上面，然后让任何人都可以去登记啊。这应该是进传媒当时第一次拿2018年的资料去跟监察院分析。那既然就是像你的力量都可以就是让监察院改变他的想法，那 Facebook就是也会受到相同的压力，所以我当时跟 Facebook 的谈法并不是说我们要设立一个新的法律来要求他改变，而是说他如果不愿意去这些回应这些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这些调查报道的记者说我们的政治信息里面有一大部分都没有被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就是 Facebook 上面买广告的这些钱，那所以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本来就除了就是国民之外就不应该给真实申请，而且不应该就是不公开嘛。那所以如果 Facebook 当时2009不同意的话，那我们的 FATNA 就是说大家都去用 PPT， 然后大家抵制 Facebook 嘛。但这个并不是完全乱讲，因为当时大家都已经发现说这真的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做法其实跟法国的做法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说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我们是说但是如果你的公民社会够强，你是真的可以去谈判，然后做出一些改变。那所以这两个是很明确的，是 complementary。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就是它叫做 disinfo 啊，就是 disinfo 它会被要 say， 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那我就想说，那这个很不错，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几个合作的做法。所以同样的，这也是来自民间部门，就是做假讯息危害防治的这些部门。那同样的，这是理论上是他们的外交部，但事实上是民间的朋友，外交部就给他一个网域挂在那边，所以跟日本完全一样状况。那所以同样的，就是我就是以一个公民黑客，而不是外交人员的这样子的一种身份，然后去说，我希望他有这种反应，因为可以怎么样子的互相有 synergy， 那但是到最后如果他们才行了，那就像小石板盒子一样，它看起来又好像是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成绩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样的做法就是先从一件社会具体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做出贡献，然后最后再把它还原成，但是跟我们的外交的 strategy 也是有所扣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记录啊。好，那好，那其他因为我看好像时间已经到了，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回答。那我当然是接受大家观众投拍的，因为台下观众已经蛮多投拍的。那本身我已经都已经抛弃掉我的肖像权了。如果有看那个客委会嘛，就是他风波台湾，然后等等什么的，就了解到说就是大家随便拿去做什么用网做民营啊什么都可以，因为我是绝对不会主张肖像权。事实上我们最近就是有录一些影像，然后好像被一个叫闪灵的乐团，然后拿去合成到他们即将到大港的那个影片里面嘛，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那什么脑波入侵大港开唱啊什么之类的。那如果大家之后有看到的话，那我要告诉大家，我完全没有审乐权啊，他们就是拿我的那些民音去用，然后一切都是自己授权出去的。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有点，我现在把自己初音化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科技昌明啊，就是接下来很快就是你在你的推案的时候想要上方讲什么，有多逼真的表情就有多逼真的表情啊，甚至我都不需要念你写的那些字词稿就可以直接丢进去。那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 YouTuber 作为外交的其中一个手段，我觉得确实是打开一些新的方式吧。像在日本那个 Dos Monos 那个 Hip Hop 乐团里面有我，然后去做成饶舌歌曲之后，突然之间就多了很多就是各界的邀请来这边。那这些邀请呢，有些我根本也没有空出席，然后他们就拿我的这个人像和声音跟什么去合成，然后就好像我去那边开了一场演唱会啊，或者一个签书会啊什么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啊，就是多管道，数位政委就是不止一位嘛。那也期许大家就是可以用数十位、数百位啊、数千位这样的方式来向外交工作。谢谢大家。感谢潘委员在百忙之中抽空来为我们讲授，那很高兴能够一窥天才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那也很荣幸今天能够学习到这个关于数位科技的一些知识。那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课后思考你今天学到的那种经验，如何应用到我们日后的工作上。最后，让我们对唐委员报以最热烈的掌声。Thank you.